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吃东区粉圆的好吗？就是这个大王就是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昨天有人说他家有很多东区粉圆，是不是这样叫做有钱？我现在就是因为不爽，我爸爸请了道人来我家唱歌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刚好 ending。贫穷百姓戴的发科是一些什么布做的吧？我这个水转发，哭着转转来转去，全部都是钱，有看到吗？这是钱堆起来的发科，就是这么大碗，就是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喵喵喵喵，这都是粉圆。昨天有人说他家有很多东区粉圆，是不是这样叫做有钱？我现在就是因为不爽，我爸爸请了道人来我家唱歌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你们平常得点什么东区粉圆对吗？就是一小碗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吃东区粉圆的好吗？就是这么大碗，就是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你看啊，喵喵喵，这都是粉圆，东区粉圆很好吃哦！我要只有吃这么大碗，你吃那么小碗的是香油味的哇！我就是一个小孩，但是我吃这么大碗，吃一碗也不过才18万了。我吃东区粉圆可以吃成这样哦，哈哈哈哈！而且吃完就是肚子很胀，我整个肚子都是粉圆，我什么料都不加，我就是要吃粉圆，懂吗？他家有很多东区粉圆，是不是这样叫做有钱？我现在就是因为不爽，我爸爸请了道人来我家唱歌，你听到没有？刚好 ending 了，因为我不想听了，所以我叫他们暂停。因为太不爽了，爸爸又买了全世界，你知不知道全世界多大？唯一的一条就在我身上，伯爵，看到没有？腕表。看到没有，超大颗的，你们那个叫做有钱啊，超不爽的，我要睡觉，走开啦，全部退下。